我们这边要实测最近的神水 bug，神水 bug 好像研究出来是用所有人共用三罐，所以我们来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要同时看大一那边的直播来做翻拍。然后这边的话，同时我们现在是共用一只 A，我们又有一只 AI 嘛。那这样子的话，我这边直接先喝，不，我先调到你那个画面。大一这的画边是面在三哪？块。哦，是找到了。大英的画面在这边，三罐，好，我这边喝一罐，喝神水，我减少，然后大英的这边呢，也少了一罐，那我们再做一次实测哦，来，这边喝神水，喝，大英这边也跟着少了，所以是全部整个战场的人，所有人共用，给你靠杯，刚刚是这一罐，然后我这边按了一下，然后它又变变两罐了，我变两罐了。又变回两罐了，至少变回两罐了，又变回一罐了。然后我再喝第三罐哦，第三罐喝。大姐，就是你先啊，算了，我本来想叫你说先别喝那个，那没喝过的水的先喝喝看。哦，因为我刚刚就是，可是至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是，不管是谁喝谁怎样，接下来是官方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测说。到底是怎样触发没有神水的 bug？ 我们不需要特别再去做实测了吧？我们至少给官方一个方向了吧？对啊，不然这个感觉六个人都共用，给他方向了。目前感觉就是六个人都共用啊。我要触发你要印记。我好像找到孙氏弱点了。啊！不要！这个晕眩好久。啊，不然要再拍下一部片嘛，就是实测那个没有喝过神水的人喝会怎样？我不能让神水我哭啊！而且我发现好玩的地方每个人都是每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是操作左边，对吧、啊？人都在左边。他做了对调的地图完全对调，然后平手。他不会像那个 low 是给你取那个，你懂的，就是你蓝方或红方会操作，其实跟地图是不太一样的，不一样。对，好，我们先暂停，这是方便好。好，继续，我们到下面来。好，我们先喝一罐神水哦，我先喝一罐神水，然后单一这边就少了一罐，然后换我喝，换你喝，你喝了，你没有少。可是我进冷却，对，但是你没有少，那你再喝一罐好了，你再喝一罐。我没有一罐了，所以是全队。然后那个烈风换你喝一罐，烈风换你喝，你又变回二罐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变回两个，那我还可以再喝，那换我喝好了，换我喝。好，换你喝。我要手动按。我减一，又变减一。那个黑猫，你换你喝喝看，还是他已经零了？黑猫没水啊！我变两罐了、什么鬼？我又变两罐了。我所以只要配合好，其实我们可以我又有无限整水可以喝吧？我变零罐了，我变零罐。所以只要有三，只要有一个人变成零罐，不可以偷喷人啊！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变零罐，所有人都会变零罐整水。太贵。好，我们得胜了，那要打吗？现在是有一个人送你们一颗头，送你们一颗头，送你们一颗头，我要死了！你有没有看到？来，答应，我给你一颗头。等下，到底是谁有死啊？是我们劣势吧？对，我给你头干嘛？我看到有人奥义被撞掉了，扑击撞。不计算，妹妹不妹妹，还我神水，还我神水。你是有什么想法？一开始会提出，其实所有 AI 所有人共用一瓶神水啊。哦，这个刀，因为之前那个打绝命打到一半的时候，谁看样子？那个对黑鱼有喝一罐，我看到我这边少一罐啊，你。所以黑鱼有讲说他喝一罐神水，所以你知道了。没有，是我看到他那个
卡在原地有一段时间，然后突然跑很快，我就判断他是有喝神水。观察大师哦，大乱路更夸张好不好？大乱路开场真是三瓶水直接没、欸。有这个动作，是六个 AI 那个五个 AI 同时喝水是不是？同时挑战怪水。我不知道是遇到什么情况，直到开场，水呢？水啊！好啦，我是天师，也是天师盖 BGU。你为什么知道你的神水会不见吗？就是因为全场共用哦，拜拜。